肝功、肝居正居士，祝您寿比南山，祝你生日快乐。您是我们整个侨社的一个标杆，代表着我们华侨在这个台南地社会融入当地，能够深耕当地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大家所有侨社所有的华侨的一个学习的榜样。那么呢，你对侨社的服务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你对侨社的贡献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你对南华寺的关心，不管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从我们草创到现在，您都陪着我们一路走来，给我们诸多的关心、诸多的这个建议，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参与。比如我们在嘉年华会的活动里面都有您的身影，我们在各个活动中，你也都能够跟我们一起为这个社会能够投注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对社会的关心。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那在此您的这个九十大寿之际，那我们祝福你身体健康，永远的在我们侨社中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够不断的跟我们大家一起成长。那请祝你今年跟来年羊年能够三阳和谐，能够一切平安吉祥。谢谢您，阿弥陀佛。